原神太香了，5.0角色新增及跑特效，日服新联动曝光，甘雨新皮肤没爆了。隔壁明朝自选五星引乐意，原神也麻了。官方这次动作有点大，纳塔新玩法来了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封单 4.7 的前瞻直播终于和大家见面了。看完后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更期待了呢？除了 4.7 版本活动、剧情等相关内容外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卡斯复刻角色的安排也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本期 4.7 的前瞻直播中，除了各位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300原石的兑换码外，再一个则是 4.7 卡斯角色复刻的情况了。就官方公布的内容来看， 4.7 卡斯上半登场的五星角色分别是克洛琳德、艾尔海森，新四星角色塞索斯也会在上半卡斯陪跑登场，下半卡斯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西格文、水神弗宁娜这两位了。而在后续的 4.7 版本中，活动剧情也都非常的有料，如之前提到的幻想真境巨狮完成之后都是可以获得丰厚的原石奖励。不仅如此，老深渊的奖励玩法也得到了调整，原本每期是620原石的奖励也提升到800原石，还是非常香的。系统优化方面则是数值的提升，也从原来的160点提升至200点，好处的话可以一键合成5个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4.7 的前瞻直播中也放出了有关于纳塔版本部分内容的演示，将会出现大量的龙伙伴，看样子到了纳塔应该也会有更多不同机制的玩法，或者说大家期待已久的坐骑系统。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众所周知，原神封单 4.7 的前瞻直播已经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，看完之后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更期待了呢？ 4.7 卡斯角色登场的安排也已经官宣，除了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的登场外，水神弗宁娜在 4.7 下半卡时也迎来了首次复刻。而说起后续版本的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联动相关消息了。原神的新联动即将在7月开启，除了萧七七的联动外，日服那边则是甘雨的新联动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，如图所示，除了联动的相关道具外，就是甘雨的新皮肤了。不得不说，甘雨的这款新皮肤颜值直接拉满，要是出这个皮肤，估计玩家们应该会买爆吧。白色连衣裙简直美绝了。除了新联动的相关消息外，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后续的 5.0 纳塔据说也会新增跑步特效，估计应该是拖尾之类的特效吧，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是什么样子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而最近随着隔壁新游明朝的上线，对于原神而言还是有影响的。作为新的二次元大世界游戏，很多玩法和原神其实很类似，最近明朝自选五星也是引起了玩家们的热议，对于玩家们的意义也是及时给出了回应和补偿。不得不说，在听取玩家意见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所以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记得关注再走哦。